我从12岁开始就对指甲非常有兴趣，然后小时候我都会时常请求妈妈买一些便宜的指甲油给我玩。只是中学毕业过后呢，我就选择了 bakery 的行业。当我真正的已经在 bakery 的行业工作了几年过后，我就发现到其实自己心底下还是比较喜欢美甲，所以就跟父母就告诉他们说能不能接受和支持我学习美甲，然后他们也是同意的。我从之前就有一直关注的 NH 的 Instagram， 我是被他们的 design 吸引到，因为他们的 design 都是非常的时尚然后跟潮流的，然后每一个作品内都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完美，然后就让到我也想跟老师们一样做到这么完美的作品啊。然后如果在这里毕业的话，我们可以拿到美国的文凭。在这边毕业了过后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创造更多艺术质感的指甲，因为我发现到其实在马来西亚对于艺术的指甲还是很少的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凸显这个艺术的指甲，就像外国一样。然后我希望3年或者5年里面我可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店。如果我有朋友想要学指甲的话，我会非常推荐他们来的 NH 上课，因为这边的环境非常的舒适，然后这边有教很多不同的课程，有教很多新潮流的一些指甲的设计，然后这边的老师都非常的亲切，而且他们会很用心的教每一个学生，当我有问题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会非常的用心回答我。